的草都倒了，代表水有流上来过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一样，今天一样沉底，看看这个溪水冲刷完之后的溪流还有什么。好啦，那待会我们就来钓钓看看。水重水应该要比较重一点点。用的线是尼龙5号母线哈，然后子线是单钩，饵料是蚯蚓。OK。蚯蚓有烂的，
嗯，是吗？
天气阴凉啊，可是阿福却大摇啊，待会来甩甩看路亚了。